体验服的羊妹会飞天了。附体几方人偶后，再召唤出一个人偶，再附体，就这样反复附体放人偶，就可以飞天了。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体验服试试。Hago música que entretiene, mi música los tiene fuerte bailando y se baila así.体验服训练营放满四个敌方人偶，然后貂蝉用技能攻击他们，会有精彩的画面出现。几个人偶会永不停歇的弹弹弹。回城的貂蝉像不像在看戏呢？貂蝉在攻击就会停止，当然在攻击又会继续。小伙伴是不是觉得很好玩呢？